士林，上台东5838次哦。我是刚刚那喝的那112年12月30号，那个松山站松山站哦，现在是5分12月30号，说白了，五月满之前啊。然后2015的喝牛2016一次哦，情况三样放了，已经我的5838次专列新人王啊。我要赶快查，因为现在最近这几天的车会很乱。多晚上跨年了，那这还跳零五的跳零六，5838是新竹发车，经由阿龙花东银行台东的新竹鞠躬。哥哥，新年快乐！哦，原来是5838哦，我吓我一跳。对啊，我想到以为第一月台。哎，第一台有很多车啊，一次啊，然后2005那条，他跟你说了吗？新年快乐的，反正你明天也不会来、啊，对啊，他跟你说新年快乐，因为我以后要被丢去红线，就什么淡水呀、士林。要跟你说了吗？新年快乐！你有啊，被丢去红线的啦，气死我！我要去天文馆。没有下个月，不知道啊，大家都再多再多，只要一排的气死。然后说我要跳槽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幺零五幺零六，不用买票。要被丢去天文馆。天文馆。对啊，傻眼。我是哥那边的。对啊。也是哥。还有淡水。啊，以后从那我就会少来，不会跳车。那由于来不及，刚才台北转过来。对啊，台北转了。92圈到128次，看我记哦，然后发的就很有。